翻翻嚟會發黨，同阿 J 咧就文化界人士咧傾下點解文化界咧要反高鐵？點解咧真係教書都咁激，要包圍立法會咧？18號咁啊，真係18號咁啊！而家其實你覺得真係老實講，你咪18號包圍咗立法會，係咪有啲咩轉機咧？都冇喎，係咪啊？你會覺得係白包圍咧？其實都是的，不過我們要目擊這件事情咯，即是因為我看這件事呢，其實是那個時間線是很長的，而18號才是其中一點來的，即我們說的，我們要求的就是要求政府呢去更加關注，即切實哦，切實地關注我們的社會啊，我們的民生啊，我們的文化發展啊，或者甚至乎歷史的發展嘛。所以如果18號可能是會失敗啦，但是於是乎更加要繼續運行下去啦。那下一步是怎樣？如果18號失敗的話，我的角色就是，譬如 我會帶一些同學仔去的話，那學生他要目擊到這件事，那我們即要做一個反應啦。將來還有這些事發生的時候，我們就更加要鉗實住，即是鉗實他去看著他怎樣做呢。其實我是登場嚟睇咯嗰件事，但係18號失敗，有冇話即刻下一步有個諗法話包圍啲咩咧？跟住會唔講得住嘅，因為等下喂，可能會預佢可能會贏係嘛？可能佢會贏咁，唔使咁快。即係最好突然間佢哋有翻一啲良知，即係唔好再講嗰啲咁虛浮嘅詞語。即係切切實實，即係佢哋嗰日咧會應該係3點至9點做一個好長嘅討論噶嘛。咁我希望，即係因為之前政府啊啲高官啊嗰啲已經有好多廢話，係令到人哋相當之即係有啲創傷嘅感覺。我希望佢哋真係即係切切實實咁樣去討論嗰件事情，而係令到嗰件事係可以運作得更好，而令到更少人係受害。當然啦，即係高鐵呢個事件搞到今日咁嘅地步，好多人都會問，即係是誰搞出來的，整個討論當中是涉及到什麼呢？有沒有黑箱作業呢？或者有沒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喂，最近你看看何中泰都要避席，因為涉及到即有一點點亦都不是那麼自爆，其實因為好像焗住，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當中的檔案裡面在個涉及的過程當中，在傾談裡面，譬如在行政會議裡面傾的時候，怎樣去傾談呢？怎樣帶出來呢？那這個將來呢，老實說這個都是一個好的課題去研究，是所以很多人就說將來真要做論文或者怎樣去研究這件事的時候，又會不會找到一些適當的檔案去抄回來？我舉個例子，譬如高泰任內，大家記得即係最怒嘈嘅西九，或者而家即係高鐵。咁董建華年代係咩？一定係85啦。咁85嘅時候咧，好多人就抄翻。其實咧喺行政會議裏面咧，實在咧亦都真係冇一個好詳細嘅記錄裏面咧係處理翻85嘅檔案，因為根本上董建華亦都真係唔係話商界出身，佢都就算聽聞話佢當年做嗰啲 meeting minutes 真係做到鬧哨。而由港英時代到依家，以前咧嗰啲 minister 可能會好清楚講邊一個講過乜嘢，邊個講過乜嘢。喂，而家可能話係 it's been mentioned that 有人提過，咁佢係邊個咧？咁都查唔翻。唔係因為佢，因為就係冇嗰啲檔案，所以佢哋咪可以亂講嘢咯。即係所以先會發生唐英年話係唔咁樣樣，即係亂咁答嘢咁樣咯。就係因為冇一啲嘢監察住佢哋。歷史上面可能沒有記載，如果他想著這些東西是歷史上面有一個長遠的記載的話，他是不可以這樣說的。或者他記錄了裡面會不會很清楚說了是哪一個說什麼，哪一個提出什麼呢？當然現在你和我在這一刻都不會有這些的內容在手，會知道在內部討論的時候是怎樣啦。但是起碼有件事會大家我們會關心的，就是說在那個內部討論裡面，我不知道會立了黨啦，起碼就是說立了黨討論一個問題，就是說那個 opportunity cost， 就是那個所謂的機會成本，究竟在政府官員裡面甚至乎行政會議裡面他們討論的時候有沒有講過話不起高鐵的話，其實真係而家講係天文數字喎，600多億嘅時候可以做啲乜嘢咧？可以攞嚿錢去做啲咩？呢、這個都好重要喎，其實。咁佢哋有冇做唔知啦，即係檔案冇，暫時我哋唔會有啲檔案睇到啦。但起碼你有幫佢哋做喎，係咪啊？我近排係計緊一啲奇怪嘅數字，即係我根據特區政府最想盼嘅野心咧，就計咗，即係譬如咧，唔要600多億，如果唔要9億咧，其實可以起即係有66支嘅神舟6號嘅火箭啦。哇！好勁喎，香港都可以發展航天喎。
来全个中国的航天科技发展了几十年呢，都是用了210多亿啦。嗯，其实我们可以发展一个超级太空站，如果你咁想咁想要要威啊，系啦，要晒命嘅话，哇，好夸张啊！喂，即系高铁原来可以抵得住咁多支神舟啊！吓，系啊。咁而咧就即系譬如有一啲欧洲嘅小国咧，其实香港系可以买到60多个主权嘅国家啦。啊，即系反殖民翻去欧洲都可以嘅，即系香港曾经成为殖民主义嘅受害者，系被殖民，咁而家要殖民翻人哋系嘛？几多个啊？你话？60多个咯，哇！60多个咁巴闭啊，真系咁又反殖民咯。咁有香港自己嘅香港嘅联邦可以有。系啊，系啊。OK， 仲有咧，仲有大概即系呢几样嘢都系。另外有个讲法咧，就系德国咧，佢哋谂住即系计划紧咧，喺一个旧机场上面咧起一座1000米高嘅冰山咧，嚟舒缓佢哋嘅城市嘅全球暖化嘅。咁即係香港你成日講環保咧，就咁講得個講字啊，或者即係呼籲下你熄燈咁。但係人哋真係起，即係用咗500多亿咧，即係港紙咧，就即係計劃緊啦，起個冰山。其實我哋都可以起一座冰山，係令到有旅遊景點啦，又可以嗰個氣温咧低翻啲啦。呢條橋可以俾温家寶，佢而家喺哥本哈根開緊氣候會議，啊、我香港會做呢樣嘢咁啊。即係我喺度諗咧，如果我哋。即係嗰啲官員點解佢可以咁肆無忌憚咧？就係我諗佢冇考慮到咧，呢啲嘢係歷史上咧會有個見證嘅咯。所以大家會好關心，其實喺內部討論裡面，甚至乎喺檔案記錄裡面，佢哋究竟有冇傾談到嗰個機會成本啊？即係個 opportunity cost 裡面，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咧？咁當然啦，你哋好好咧，你幫佢呢方面嘅數據嘅留白嗰度有提供到啦。即係話喂，如果你唔用咗669亿。是有好多嘢可以做，唔係仲有一條數嘅。如果你想發展外國教育咧，可以拍到2000多套嘅建國大業都得㗎。係啊，哇！呢個都好勁，2000多套可以咁樣發展。即係講開始可以 final 下，可以搞幾多場東亞運都得喎，真係。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大家會關心到咧，就係話喺一個依啲事件裡面，當然我哋講係涉及到公帑。嗯。亦都有被屈之嫌啊，屈到你哋文化界，咁啊，亦都有菜园村啊，甚至乎好多唔同嘅相關嘅人士，咁我哋本身就係話係關心，就喺一個決策過程當中咧，佢哋係有擺幾多嘅caution， 因為話連大角咀哇樓宇結構咁，即係涉及到咁多層面嘅時候，佢會唔會喺處理唔同嘅 concern 嘅時候，有可能？即係甩碌嘅位嗰度，有冇一個深入嘅討論咧？嗰、那個深入討論裡面有冇一個好好嘅 documentation 去完全記錄，而攤曬喺台面，可以就住呢啲嘅檔案裡面去逐樣去細查咧？喂，而家唔係喎，即係對咗啲人都唔係咁樂觀喎，喂，因為連評估報告都要候補嘅時候。咁你其他嗰啲嘢究竟有冇深入討論呢？我好肯定你頭先講嗰集600多亿嘅機會成本數據，佢都應該未必有考慮啦，係咪啊？咁你哋即係老實講啦，咁如果而家去到呢個地步，咁實在你哋係咪已經覺得係可以做嗰啲做雲嘅咧？除咗包圍立法會之外，同埋啲數據你又度埋啦，又已經諗咗咁多嘢啦。係咪 that's it 咧？所謂嘅盡，我又唔會覺得 that's it 嘅，仲有好，仲如果我仲諗到一啲奇怪嘅嘢，都仲可以繼續做落去嘅。咁但係、因為你有1000多人先啦，文化界咁多個腦袋，1000多个脑袋。系啊，咁起碼咧，即係我哋希望咧，18号就嚟緊啦。咁啊，睇下嚟緊咧，即係你哋，我呼籲大家去見證呢件事咯。嗯，即係唔單止，即係就算你反唔反高鐵都好，即係沒法擋係咪？要記錄在案，起碼你眼睛記錄睇睇呢件事咁樣。睇下啲官講咩都。咁你帶唔帶學生去啊？咁？我唔講得㗎，我唔講得㗎。睇下到時答唔答嘛，知啦。咁啊，18号自有分曉，多謝曬你阿張。好，下個禮拜再見。